好了，我们现在去看小熊猫厂房。小熊猫应该，小熊猫应该不是我们刚看那种小熊猫，是另外一种，长得很像浣熊的那种。大家不要误会哦，不是小熊猫厂房，就是那个你以为的熊猫，它是另外一种哦，它是另外一种熊猫。如果你要看那种出生的，你要看熊猫仔的话，你要去月亮厂房或是太阳厂房。然后如果你要看小熊猫厂房的话，就是小熊猫厂房的话，它是另外一种长得很像浣熊的熊猫。这里，我发现其实压根一点都不像熊猫，它很像浣熊啊，可是它其实是另外一种熊猫，是没开啊。好的，没开。其实还好啦，因为这种不是来这边的重点嘛，没开，可能真的是太冷门了，所以可能就没有不打算给人家看吧。好吧，那我们继续往熊猫一号别墅前进。好了，我们刚好看到那个小熊猫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在树上爬，对，其实长得真的很像浣熊，对，很像浣熊。然后刚刚我就听到旁边有人讲说，哦，这是小熊猫哦，那长大就变白了，是不是？我笑死，长大最好是变白。他说长大，我想说，这不是不同种的东西吗？所以大家要有点尝试哈，那个不是熊，那个不是你那种黑白的熊猫，那个是另外一种熊猫，不是长大变白好吗？我才刚讲，就真的有人在旁边说：“哦，因为这小熊猫哦，哦，这长大是不是就变白了？”走啊！太好笑了。这一次就是那个小熊猫的栖息地，就是那个小浣熊，看起来像小浣熊的熊猫。我是不知道它是不是浣熊啊，因为真的太像了。小熊猫二号活动。这是走回去啦、啊。好吧，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好了，因为刚刚那个从树爬过去看不太清楚。这个就是小熊猫，小熊猫。长得很像浣熊，但它不是浣熊，哎，它就叫小熊猫，它就是小熊猫，它不是浣熊，然后它也不是那个长大变白，不要误会，它长大不会变白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它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，好吗？好啦，这动线非常乱，反正就是我们等一下就去幼年大熊猫别墅看一下，对，然后小熊猫一号活动场暂停开放，啊，反正小熊猫就刚看到这样。有看到就好，好像不太不容易看得到，因为都爬在树上。那我们看到算不错了。我们看到不错啊，我们有看到那个小熊猫从树上爬过去这样，啊，看到两只，算不错了，因为那个活动量比较大嘛。A warm house of friends attack